们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鱼豆姐姐。经过一天的行程，我们终于从蒙眼星成功的返回了我们的迷你大陆，还是脚踏实地的感觉好呀，终于回到了我的主场。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收集的物资整理一下。好，现在就来合成我们的喷射钩爪。哎，材料还不够，不怕不怕，我有法宝，全都给我变多多。这回就够了。哎呀，还差一个推拉机械臂，那咱们就得先做一个机械臂。哎呀，居然还差这么多的东西啊！由于制作过程太长，所以嗖，哎，好了，做完了。现在来做我们的喷射钩爪吧，噔噔，滴滴。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了。不过在试之前呢，我们得先多整出来几个啊，咱有这条件，东西就不怕多。好了，找个地方试一下，就这儿吧。什么叫飞一般的感觉？有了这个以后，就不用成天骑那个小飞鼠上天了，这多快呀！这简直飞檐走壁，偷香窃玉的利器呀！好了，我们再把这个成就领取一下，没有多少啊，还是这个100颗星星的多。不管了，早晚都会得到它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工具箱挖掉，给它换一个位置，然后在这个地方放上两个柜子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整理一下我的物品吧，尽量把它们全都归在同一类上。太空收集过来的物资就放在新做的柜子里吧，值钱的东西也放在这里吧，这个就放工具什么的，这个放一些材料，其他柜子里的材料也给它整理好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拿出一些星光帽子，都刷出来一些，然后把它们全都摆在柜子的面前。好了，这下亮堂堂了。忙活了一天，天都黑了。好了，我们睡觉了，晚安。